噔噔噔噔，新同学报道。大家好，我是 Zero Ya。咪咪国王，小朋友，大家好。Zero Ya，挥手。咪咪国王，咪咪国王，懂得超级多，陪你一起来思索。咪咪国王，恐怕问题多，陪你一起去探索。咪咪国王知识好多好多，咪咪国王，咪咪国王，咪咪国王。那，这是哪？那是哪？我最喜欢巴娜娜。大家好，我是把实验室当作家，每天都没睡饱的巴娜娜博士。欢迎我们的新同学 Zero Young。Young Young Young Young， 这怎样？那怎样？打招呼是萨瓦迪卡。大家好，我是专门研究神秘力量的 Zero Young。巴娜娜博士是我的偶像。哎呀 ，Zero Young 哪有啊？不好意思啊，我平常啊只是爱做点实验，还有爱睡觉，哪有你说的什么神秘力量？不，巴娜娜博士可以这样睡，那样睡，还有那样睡。哇，巴娜娜博士在哪都可以睡得香香甜甜，所以我认为巴娜娜博士身上一定有厉害的神秘力量。谢谢夸奖啦。不过啊，Zero Young，我告诉你哦，今天啊，我来实验森林的路上，经过那个迷迷湖的时候啊，看到了一种生物，有你说的那种神秘力量哦。哦，是什么生物啊？巴娜娜博士，快告诉我，我马上去调查。就是鸭子，呱呱。啊，鸭子。对呀，我看到了那一群鸭子啊，他们在游泳，另外一群啊在走路。游泳的那一群鸭子呢，他们在水面上啊这样游得很平稳，走路的那一群鸭子啊走得东倒西歪的。你看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神秘力量呢？哎呦，巴娜娜博士，我觉得你好像想太多了啦。有讯息来喽。迷你国王，为什么鸭子走路会摇摇晃晃的？迷你国王，你看，小朋友也对鸭子走路产生了好奇，怎么可以说巴娜娜博士想太多了呢？没关系的 ，Zero Young，我一直觉得啊，都是迷你国王他自己想太少了。好啦，迷你国王，巴娜娜博士，好朋友不要吵架啦，我们来问问看小朋友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想法吧。好，来问问小朋友，你们都有看过鸭子对不对？有。那你们在哪里看到鸭子的呢？我在公园。我在公园。我在照片。照片。我有照片看到的。在新家看到。你的家里有看到哇？那你们有听过鸭子的叫声吗？有。你们会学鸭子叫声吗？会吗？会。一起说呱呱呱。那想问问你们，你们有看过鸭子摇摇摆摆的走路吗？有。那有没有人觉得是为什么呢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脚细细的。那还有吗？因为它脚很短。脚很短。脚很短。加脸。细细长长的脚。很多不同的答案呢。报告咪咪国王，有些小朋友觉得是鸭子的脚细细的。或者是短短的，还有又细又长的，请迷迷国王参考一下。很好，谢谢你们。关于这个问题，我已经搜集了一些资讯哦。那我们大家一起念个咒语吧。好，迷迷国，迷迷王，看看谁会来帮忙。我们是小小的
但有志气的小草。嘿，小朋友，你们想知道为什么鸭子走路会摇摇摆摆的耶？这个问题我们有点不好意思哎，我们刚好都不会走路，怎么会知道答案呢？No， 这个问题很简单啊，看我们就知道啦。哦，看我帅，对吧？这个绝对不是答案。那是什么？哎呦，当然是要等待最佳时机呀。我感觉它快要来了。哇！我要，我在呀。我知道答案了。鸭子啊，走路会摇摇摆摆的，一定是因为风吹的关系，所以啊，鸭子走路才会摇啊摇啊摇。没有错，这个一定就是答案。风吹呀吹呀，摇啊摇啊。叔小草，别忘了，我们是有志气的小草。无论风吹得再大，我们都要抬起胸，挺直腰。没有问题，收到。羊羊小草，你要撑住啊！ Sorry， 我挺不住，先走一步啦。吹呀、吹呀，暖身预备备，七一二三四，二二三四，三二三四，四二三四。停停停，凤梨选手，你这样子不行啦！报告教练，是哪里不行啊？你的暖身动作做得这么不踏实，怎么可能成为游泳高手呢？是的，教练。尤其啊，这个手跟身体的摆动要互相配合哦。我示范一次给你看，看仔细喽。一二一二一二。教练啊，我只学过仰式、蛙式，还有蝶式，没看过你这种的，是鸭子式吗？哎，这你就不懂啦。我问你，你觉得鸭子游泳厉不厉害呢？厉害啊。这就对啦，鸭子啊，之所以能够悠闲的在水上滑行，就是因为在陆地上有做好最彻底的摇摆暖身操哦。像这样哦，一二一二，摇摇摆摆，摇摇摆摆，一二一二，摇摇摆摆，摇摇摆摆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子哦。鸭子之所以可以游泳的那么快，就是因为做好摇摇摆摆的暖身操喽。是啊，所以啊，如果你想成为一个游泳高手，就赶快跟着我一起来把这个暖身操给做好哦。是的，教练，来准备喽。预备开始，一二一二，摇摇摆摆，摇摇摆摆，一二一二，摇摇摆摆，摇摇摆摆，一二一二，摇摇摆摆，摇摇摆摆，一二一二，摇摇摆摆，奶奶。这根本就是一种鸭子的催眠魔咒。哦，难道这就是鸭子的神秘力量？那摇摆催眠，难怪巴娜娜博士每次来到这边都会睡着。才不是嘞，刚刚的两个答案明明就是被风吹跟做暖身操，哪来的催眠了？不管你们了，我来问问小朋友好了。小朋友，你们觉得是哪一个呢？好的，你们有人觉得鸭子摇摇摆摆是因为被风吹的，请举手。举手。哇！五个。哦，那你们觉得是为什么啊？觉得是为什么？风很强。因为风很强。那你呢？你觉得为什么？觉得风很大。那我想问问你们，你们觉得鸭子走路摇摇摆摆是因为它游泳前要暖身的，举手。哦，是暖身吗？是为什么呢？
是不是没有暖身会走不动？走不动，那它没有暖身，是不是有可能会受伤？哦，到底答案是哪一个呢？小朋友都说得很有道理耶，我也好想赶快知道神秘力量的答案哦。好好好，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先把巴纳纳博士叫起来呢？好，小朋友，我们一起数到三，把巴纳纳博士叫起床哦！一二三，巴纳纳博士，快起床！谢谢小朋友帮我解除了鸭子摇摇摆摆的催眠魔咒。Thank you very much. 根本没有什么鸭子摇摇催眠魔咒了。我跟你们说吧，鸭子走路摇摇摆摆，其实是因为唱情歌，呱呱呱，王子公主从此有了快乐幸福的家。嘿嘿，太幸福喽！鸭宝宝们起床喽！鸭子鸭子跳恰恰，左摇右摆啪啪啪，翘屁股真优雅，贴近你一把，哇哈哈哈哈变成小鸭，哈哈哈哈肥肥鸭变成小鸭了。小橘鸭不准笑别人。是的，爸爸，呱。拜拜，小鸭，没关系啦。待会我们继续滑滑水，身体就会变回白白小鸭喽。没错，跟着爸爸妈妈一起来多练习走路，就不怕跌倒喽。一二一二一二。妈妈，为什么我们走路要摇摆？是在学模特儿走路吗？当然不是喽，那是为什么嘞？这样走路很不灵活哎。那是因为我们身体的特殊构造啊。小鸭们一起来看看自己有没有像浮在水面上的一艘平底船呢？像耶，真厉害！可是啊，我们的双脚有一点点短，仔细看看我们的脚趾头，是不是有一点不一样啊？三只脚趾向前，一只脚趾向后。三只脚趾头的中间有一层薄膜，叫做蹼。蹼可以帮助我们划水哟。不要小看它哦，我们在水里游泳时，它就像船的桨一样，可以让我们快速向前，还有改变方向哦。只是我们在进化的过程当中，不像鸡一样，脚长在身体的中间，我们的脚是长在身体的偏后方。这样，我们在水里推动的动力才会大，才会滑得快哦。只是我们上岸之后，脚太短，身体太长，所以一不小心就会，就会跌倒。哦，原来不是我笨笨呆呆。是我们本来走路就比较不容易啊。没错啊，那该怎么办嘞？呱呱，放心，首先跟着爸爸一起做，抬头挺胸，抬头挺胸，身体向后倾斜，保持平衡。爸爸，身体左右摇摆，左右摇摆，左右摇摆，一摇一摆，一摇一摆。我们鸭子家族走路是不是超级可爱呢？呱呱！啊，原来鸭子走路摇摇摆摆，根本就不是什么神秘力量嘛，只是重心移动的问题。痒痒，娜娜 ，zero 痒，不要难过啦。我跟你讲哦，你仔细想一想，鸭子的身体这么大，它的脚短短的，脚小小的，所以它走路还可以维持平衡，这样是不是也是一种神秘的力量呢？哦耶，对吼，那我今天回去的路上顺便带一只鸭子走，然后呢，让我好好研究一下它们的神秘力量。不行，抓鸭子啦，你自己做一只鸭子模型就好了啦。那小朋友，鸭子走路摇摇摆摆的原因，你们了解了吗？了解了。
哇，真是太棒了！今天聪明加一，知识加一，真的是太开心了。开心的话，我们就一起来唱歌跳舞喽！一起来吧，耶，转过来，呜！好，一起看谁，我们一起看谁哦！好看谁最厉害哦！我们要来跳舞了！咪咪国王超级厉害，找出答案 so easy， 实验森林充满神秘，一起来玩真有趣。好，小朋友们，现在学鸭子一起摇摇摆摆的走路，我们一起说一二一。前面走一走，后面走一走，后面走一走。现在来学鸭子叫声，一起说呱呱呱，呱呱呱呱。再大声一点，呱呱呱，呱呱呱。接下来要来划水了，到处划一划，划水划水，划一划。好，我们继续来唱歌跳舞。咪咪国王最厉害，知识送给你，耶！咪咪国王。好，小朋友们变成鸭子一起说呱呱呱，呱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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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呱身上的英文字母是 P， 提示他的身上是蓝色的哟。而且这个英文字母 P 代表的是他的职业，警察 Police。第二个提示，大家快听这个声音，这个声音可是这位卡通大明星出动救援的时候会发出的声音哦。这种声音是为了要救援的时候快速抵达救援现场，要提醒前方的车辆还有行人要记得礼让。再加上这个影子的形状，偷偷跟大家说，这个影子的形状可是这位卡通大明星他变身之后的样子哦。大家一定都有答案了吧？快跟着我们一起收看悠悠点点名，找出这位卡通大明星。总是不怕困难危险，保护大家的卡通大明星，每当听见大家的呼唤就会出动救援的蓝色警车 Polly。 大家都有答对了吗？下次再跟着我们一起玩卡通明星猜一猜。跟着玻璃变成小小的巡逻队员，把自己变成一辆小车车，现在就要来检查装备。首先要先检查我们的车顶，先把头头往左边绕三圈，一起数一二三，再往右边绕三圈哦，一起数一二三。车顶准备好了，接下来我们要检查车子的马达，就是我们的小屁屁，跟我一起，再一次，哇，小马达都很厉害哎。接下来呢，让手收变成车门，打开，关起来，打开，关起来，关起来，
哇，车门也很厉害哦。那接下来呢，要检查我们的轮胎，动动你的膝盖，转一转。然后呢，要装上我们的警示灯，要发出哦咦哦咦的声音，然后往上跳三下哦，一起跳。哦咦哦咦哦咦。副检查好了，我们现在手拿方向盘，变成一个巡逻的小车车，往前开，哦咦哦咦哦咦，停。往后开，哦咦哦咦哦咦，停。接下来呢，要往左边开，哦咦哦咦哦咦，哦咦哦咦哦咦，往右边开，哦咦哦咦哦咦。好，现在巡逻车回到自己的位置，你停。接下来呢，要完成一个很困难的任务哦，我们要组成一台很大的警车，请问谁要当车头？好，你当车头，那谁要当车身？举手。好，两个车身，车身放在这里。哎，是车门，对。对，那你就当车身好不好？我跟梅花鹿哥哥来当车尾。现在我们先手扶好，组合是这样，我们先分开一步。哎，我说一二三，大声说组合就要连在一起哦。一二三，组合。现在我们组合巡逻车要往前走，一哦一哦一哦一停，往后退，哦一哦一哦一停。好，那接下来呢要往右边开哦，预备走。哦一哦一哦一停，往左边开，哦一哦一哦一停，哇哇，大家很厉害，现在自己变成小小巡逻车，最重要是倒退回到自己的位置上，哦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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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太厉害了，我们今天的小小巡逻车都完成任务喽，那现在就跟着玻璃一起继续探险吧。勇敢消防车，山前人一的救护车。